非常谢谢，陈师。这我们癌症基金会，其实对最主要就是对病人的关怀，让他给他在身心上的一点安慰，跟他搞能够帮助他怎么来度过这个有心理上的重负担。那这个的话，其实今天已经很听到，肺癌在台湾的话，因为死亡率也是第一，而且得病率也高，也是一年差不多会超过10000的新的病人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。那这些病人呢，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来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得到他等于全方位的帮助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基金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在推动天天无私活，这就是说在20年以前，其实在这个 WHO 已经在讲这个营养跟这个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差不多可以占到60%-70%的这个防癌的功能。所以我们我跟赖医师回来以后，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推动天天五蔬果。那最近为了肺癌的病人跟其他的病人的话，那我们积极推动是天天要来练武功。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？第一点就是我们还是注重这个营养。因为这个我想每个人要活得健康，才能够有刚刚你听到免疫力也好，抵抗力也好。所以这个天天五蔬果，我们这次注重呢是要有五蔬果，要吃的话呢要吃不同的颜色。这个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不同的颜色的水果跟蔬菜，它有不同的我们叫 elements 还是化点化学有物理，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我们来去除各种不够的这个情形。那第二点我们主要注重的就是要天天要我们叫要运动，要 exercise。 那这个最主要要运动的话，让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，我们的免疫力，我们的精神，我们都能够从这个天天在做。那大家讲，你到底说其实做健康对病人讲说蛮累的，那我们讲你就要做大概半个钟点就够了吧，哈。那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希望就是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有的很多病人是很肥胖。那肥胖的话，我们也知道，对于癌症上面讲起来，哈，有像乳房癌呀、大肠直肠癌呀、食物性癌等等，都是一个高发的人群，所以我们希望他们一定要减肥等等啊。那另外的话呢，我们当然大今天听了很多，不能抽烟呢、不嚼槟榔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肺癌，其实槟榔也会导致有除了口腔癌、食道癌等等，肺癌也是一个重要的，所以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希望大家能。那最后一点我们是要推动的呢，就是大家一直在讲要早期诊断。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卫生部能够给我们能够标签能够来删减的话，大家为什么都不去呢？所以我们就要推动他们啊，你是就最容易对大肠癌的话哈，粪便的检查啊，需要的话还可以做这肠镜啊。那另外的话，乳癌也是。那另外就是子宫颈癌啊等等，还有就是我们口腔癌啊等等。所以呢，像这么
多的话哈，你刚刚也听到对肺癌的话哈，特别对高发的人有给这个低剂量的CT 的检查，所以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大多想让你对这对这个能够早期能够治以预防呢最好，不能预防的话，其实衰竭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所以我们基金会的话，是除了像这点病人来我们这边，觉得他能够得到所有的这治疗以外，能也有给他们很多的鼓励。那最多刚刚也提到，我们让他们来，觉得很高兴，心里也很愉快。那我们除了这点以外，也让他们能够有慢慢的能够来，又回到我们正常的一般人的这个生活。所以我在这里再呼声一下，希望大家，你刚刚也听到，我们肺癌的话，除了外来的因子，我们自己的基因也很重要。那自己的基因的话，普通人都不会去查，所以希望就是说能够预防的话，我们尽量来预防。要是不能，就有时候不是完全可以，但是早期诊断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基金会的话，就绝对来帮忙来推动。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基金会下面能够很得到很多的资源，能够由大家能够来享受这个国家所给的这个资源。谢谢大家。